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哦，就是我把镜头拉近一点，再近。哎呀，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一张类似像外星人的脸？因为之前有新闻报道，他们报说这里是外星人的秘密基地啊，所以就跟你们分享一下，这有点好笑。那边好漂亮啊！我们去走一趟垦丁大街好了，因为看看是不是真的有被受影响。其实今天来的目的就是要来看一下这里的变化多大。对啊，就看看是不是真的像新闻报道所讲的，人次是不是真的变少了。现在比较担心这边。阿姨她很好奇，很好奇，然后一直看着这个。啊，你知道爬这一个就好累哦。这里风比较小，收音的状况应该比较好。哦，我终于走上来了，好累哦，靠背啊！有没有像小琉球那样抖啊？走走走，去逛夜市看看，人真的好像变少很多哎。第一次逛垦丁大街，逛那么舒服的，完全不会人挤人。对啊，可以从后面看到我的后面，真的没有，完全都是空的，小猫几只。对啊，以往的画面应该都非常多的人，东撞西撞，对不起，不好意思哦，这次来真的不用，还很凉了，空气变好了，是不是？都人变少，空气变好了。有差嘞，真的被报道过之后，真的差很多。大家都在看摄影机，有什么好看的？好看，你看过 YouTuber 是吗？
刚已经绕过那一家有问题的卤味摊。嗯。对啊。就不想拍他们了，因为有帮人拍，有一个广告在那边的，对不对？好啦，今天就算肯定大街没有人，也是要拍啊，也是要逛。应该以前镜头因为都是满满的，是的，巷子都是。以前后面都是满满的，现在都是没半个人。我们今天真的有帮垦丁大街买一些东西，我第一次在这里买那么贵的，大鱼，对啊，130，要不然以前来都只是走过路过而已，我很少在买，对不对？来交差一下。我发现人少好像比较想要买，你知道吗？人多就觉得烦，又不太想买。火气都来了。对啊。去吃一下，那个把它冷掉。人少就比较有那个欲望想要买。哎呀，新鲜蛤蜊啊，谢谢。都没有。好吃吗？小姐已经吃起来了，你看。炸鲜。等一下我也要来吃我的大鱿鱼。那坐在那边吃我的大鱿鱼。慢慢享受。要不要喝饮料？好像没有奶茶什么之类的。还有什么？好啊，好啊，那等一下我们要去吃东西的，就先录到这里好了。嗯哼。好，拜拜。拜。我等一下要回去内埔了，因为等一下要骑很远的路，很暗，很恐怖，所以我们可能要提早先回家。那今天垦丁大街的那个状况，我刚刚已经有拍过了，所以大家画面会说话，大家就知道。大概就知道说，那个肯定是不是真的有受影响，是不是像媒体报道一样，真的受的影响很大。对，所以呢，我去看画面就知道了啊。好，就这样子，那我们就内埔见，或者下一支影片见了啊。要记得订阅我们，如果有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叮当。对，好，谢谢了，拜拜。拜。